二届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J Team Barry 的拉克斯龙团，来回拉扯将对面玩弄鼓掌之间，酒桶开了被迫接团。我们来看拉克斯如何保护队友，极限拉扯赢下团战。卡尔玛开大，阿卡丽瞬秒螳螂，金身再看为黑血召集大招被拉克斯空中击飞完蛋，转手虚弱给你阿卡丽挂上，再来一记屈光屏障保下队友三 A 电刑，你也快躺。回头正面队友还在鏖战，直接我就终极闪光，配合队友输出不断，极限平 A 打破被动，拿下三连斩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J Team Barry 的护国飞机，高地被压，极限守家，斩破双杀。RA 带着大龙大军压境，我们来看 Barry 作为稳定大 C 如何化险为夷，所向披靡。加里奥越塔杰赶紧精神规避，库奇瞅准阿卡丽突进位移，过脸闪现向后拉扯距离，酒桶起身开大分割地形，阿卡丽杀心剑起，等杰起身再度突进，还好杰手快鬼斩一记。此时正面二打四，库奇格林机枪一套小连秒掉加里奥，加里奥先倒，盲僧复活赶来就是一脚护国守家，库奇极限硬保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微博 gaming 背影刺客的无双剑姬，迅猛偷袭秒杀吉格斯。背影刺客真是鬼精的很啊，前面还打架好好的呢，看炸弹人从中路撤回来，就是这个墙角给你挂个大，往哪里跑，先 A 一刀你还后靠，再破一刀突你就剩一刀了。吉格斯吓得紧紧贴墙，太吃了呀，回血出发边突边挡，赵信三刀居然不砍，闪现贴近开盾扛伤，晕我也没有用，嘿我就硬换，居然逮我，我可是有脾气的啊！微博 gaming 众人大龙发难，背影刺客偷偷溜草，看有哪个可爱的小伙伴。哎，吉格斯大招再次挂上，一秒四破，满血爆斩，想蹭我的龙，下次再看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J Team 潘的养眼阿卡丽，窜来突去乱秀一气。先来个小单杀，阿卡丽本来要补刀呢，这库奇一下炸弹一下地雷的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，还准备开机枪，脾气上来了。阿卡丽大招突进秒开侠阵，等你用掉位移，我在 A 接寒影，损武稳挂二段飞进，咻，快到泉水里去。看来这是结仇了，这阿卡丽又蹲在草里对库奇图谋不轨，阿卡丽损武挂上，库奇扭了，但是中了个瑞文，上不上，正面打起来了，阿卡丽卡准 CD 极限飞入，还是瞅着你飞机大招位移，库奇虚弱侠阵接闪现行撤离，哎，一个残血赵信二段大招突进，卡尔玛也被钩子下出闪现，精准损武二段跟上 A 接寒影，拿下二连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J Team 潘的杰神出鬼没，七进七出，逮也逮不住，气死了。小龙两千很敏感啊，杰在这个草有想法呀，杰出草前后晃身，不出技能鬼斩其手，大招对准炸弹人，咻，我回来喽。阿卡丽看不下去了，嗖的一下这么远窜到脸上，杰赶紧又折回到那个安全的小草，正面打的倒是嗨，脸上三个残血，左边还有一人，杰闪现脱离阿卡丽，一套小连先收加疗，瑞文晕了也不怕，起身我又飞走了。阿卡丽急了急了，损武二段大招又冲过来，空中坠机了呀，杰表示不要上头嘛。猫草里是每个刺客必须学会的绝活，就比如这一波杰鬼斩看人得到，飞上去直接大招，吉格斯别跑了，弹跳炸弹也不行啊，再 A 一刀鬼斩收掉，影子拉开，嘿嘿，极操极操，两千滴血两千滴血，阿卡丽没闪，多少血多少血，张能死了，别急别急别急，我看瑞文我看瑞文，我想走了，我想赵信没闪，赵信没闪，阿卡丽有在那，阿卡丽有在那，阿卡丽阿卡丽阿卡丽死，推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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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